有欢呼啊，想说是亚洲巨星，对于他们这样反应吗？热情吗？高雄这个非常热情，那其实很怕会下雨，就是你知道减低大家的热情，觉得竟然没有，觉得老天爷帮忙，然后也很谢谢这个高雄的各位朋友，那也原谅我刚刚唱的没有很好，第一次唱到太紧张了，知道吗？这首歌。所以还要稍微练一下，演唱会也在高雄，希望可以唱得更好一点。有满意吗？刚才跟很多歌迷都跟着唱。对，很满意，很满意，我觉得太棒了。以后就是这样，就是歌词只要一忘，麦克风一递下去就是 my my， 就会帮合影了呗。可今天人超多哦，签得完吗？因为等一下还有台中场。就是因为有发那个号码，然后就用号码签完，然后就赶快可以赶场。演唱会即将要在这边举办，有没有特别为高雄朋友就是准备比较不一样的表演？哦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像刚刚那首歌，其实原本应该跳舞，好险也没有跳，那应该完蛋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在高雄演唱会会好好来跳一下场。那特别带了小麦跟雪糕两位舞蹈老师来这边，要见习一下，先适合一下这边的场地跟那热情的程度。好，再这样，然后再加以编导。好，好的，走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在高雄有没有觉得人气就是有大很多？他们在高雄，对啊，希望他们在高雄可以唱到有帮你写这个幸福为你，所以大家都是甜甜的心情，然后在宣传自己的歌曲，也很祝福他们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